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小妹。我有个香港朋友就帮我带了两台手机回来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去找他拿，多有诚意。现在就出发去深圳，今天带你们去探店，下午我们吃一个很有名的网红餐厅，晚上再带你们去找一个深圳朋友。呜呼，手机平板拿到了，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帅了，我操，人傻了。他掉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帅了。个问题啫。咁个 mon 贴咁啊，即系证明呢部机跌过咯，唔系点解个 mon 贴会碎嘅？唔知喎、啊。搞咩咁啊？俾个惊喜，恐怖啊，大佬！我佢乱黐嘅，都唔系手机贴嚟嘅。噔噔，在车里开箱 iPhone 十三，然后还有 mini， 还有一支笔，在香港用那个消费券买的。哇，买了三个月，终于到了。对 ，iPad mini。给两个。我们已经到了，你看我样子多惨就知道我开了好久的车，好累啊，脚都软了，现在就去吃饭吧。这间店是网红打卡的，是美式的，那个汉堡跟那个热香饼，头挂着香港的热香饼，就这间，它中文应该叫什么八哥，八哥茶餐厅。这音乐好大声啊，然后很美国，很朋克，而且最好看的是它这个吧台，不过那个椅子想吐槽贼难坐。好难吃啊，就是有点难吃。哎呀，哇，这薯条超粗的，每一口下去都能想象到美国人为什么那么胖，就是卡路里爆表的一餐。我就无所谓啊，我这么瘦。但热香饼是可以无限续的，88块钱自助。你知道美国人吃饭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付了一定的价钱，你不够吃他会再续给你，都是这样的。尤其是汉堡啊、热香饼啊、早餐什么的。好吃吗？很香，很脆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面包，汉堡就应该是这样。M 给有点 KFC 有点垃圾，这酱好多吗？这汉堡它60多，它里面的是千岛酱，这面包是黄油面包，很肥的那种。热香饼这、就是下午茶版，好像比较小一点点。怀中干，哦。挺死人的，有香港麦当劳的味，好好吃哦，它很软。我饱了，这就是蛋糕。那臭男人，臭直男，很好吃啊。它烤的焦焦的，很香。它吃到样衰啊，老板，好难食咩？有啲咁嘅感觉。咩啊？有点烤焦的味道，炸鸡柳，服过呢个，还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个好吃。对啊，这个鸡胸肉的呀，鸡胸肉不好吃。它是属于比较美式的那种炸法 ，OK 啊，唔会好咸。OK 咯，一共吃了140，反正最后那个鸡柳有点失望，然后其他都挺好吃。我在香港吃过 Shake Shack， 如果价钱差不多，味道差之甚远。大家如果开了关来深圳，一定要试一下。我觉得这间嘢是做得挺好的，同埋都挺还原美国那种很肥腻的感觉咯。虽然个环境方面麻麻地，因为很细间，但系咧好多嘢都做得好过嗰啲咩大型连锁店咩。他连杯子都送给我们了，我们说想打包，然后他就说送给你吧。好开心啊，免费得到一个杯子。你今天脾气很差哟、哦，带你去按个摩，带你去揿雀仔，等你轻松下。你肯定是太久没揿雀仔了。走 ，Let's go。我们预约了上足疗，过来做个 SPA。然后之前办的会员卡还没用完，就过来做了。这里有两位主疗是吗？对。你先试一下看，选一个脚试一下。是吗？嗯，还是可以的。你可以打机，我睇电视啦。重要吗？
这个，试试吧。嗯，点样可以小腿粗过大髀？按完摩了，现在要出发，约了吃饭。嗯，正好等着我呢。沙头四季几多年冇嚟呢？一年两年。哦，今日唔算好多人喎。首先来一杯冻奶茶，冻柠茶，就是沙头四季的招牌，香港师傅冲的，超好喝，你试一下，跟你外面喝的不一样。你老乡冲的。次次饮冻嘢只牙好似碎咗咁啊！好香好滑，那个茶味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种叫丝袜奶茶，不知道，就港式奶茶，他是不是用丝袜冲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讨厌，我饮冻柠茶。平时我晚上是不敢喝这种茶的，因为太浓了。今晚要开车回去。有两三个小时，一定要喝足一点。我没搞头嘅。有乜小胆？咩味道？奶茶好饮啲。沙头四季党支部，什么意思啊？领导。哦，就是有事可以找这间店是吧？老板说想我了，我就从珠海飞过来深圳吃了。他是说想我跟 Simon， 我约了 Simon， 他说没空啊，不过来了，好久没来了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没分手。上次嚟咧，我就冇拍片，系帮 Simon 拍片，叫片我帮佢剪嘅， oh. 所以出咗喺 Simon 嗰度，所以我自己 channel 系未介绍过呢间嘢嘅。哦、oh.。记住香港的观众通了关，很近福田口岸的隔离的啫。如果你揸车的话就麻烦啲，冇乜停车位。如果你是搭地铁的话咧，就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次次都唔搭地铁。谢谢，真的是超好吃，炸蚝啊、生蚝什么都是很新鲜，在香港吃不到的。是很香很滑。啊？有咩？炸生蚝咯，好大个，黐线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是不可以点三个，它是小鸟胃，我就算多大胃我都吃不完六个，所以我就跟老板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少一个，例外，其他人不行。我的汁爆了嘞！我们请到老板，他很忙啊，现在只能讲一句话。哎，大家好。沙头四季的老细，我开心，正巧妹过来我们过来吃饭，开心。系旁边那个是他男朋友，对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，就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世家。那么就是呢，请不到 Simon。好 ，Simon 太忙了。对啊，我说他是应该 Simon 都过来，因为在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，传递正能量的。对，这个还真的，我经常在 YouTube 啊，对，看，系我一阵间我过嚟，我安排好，好，手板咁大只号，成只手咁大，哇，好重，哇，你拎下，系拎到，系咪好重啊？他说他这里的生蚝，台山生蚝，他是自己养。是吗？对，他买一送一哦。哎，还有一个吗？对，还有个 BB。你们上次老细同我讲啊，呢啲正啊，沟死女啊。有内涵吗，老细你句话？你是质疑我的能力吗？你妈买啦，就是。Wasabi 是啊，生蚝。大哥，我上次在深圳住的时候想来吃，老板跟我说还不是季节，等到季节再叫我来。现在是季节了，孩子们，季节到了。等等等等。真的好吃。那我吃这一个好了。啊，这么小也很饱满。买了三零零五。不用吃大了，我已经尝到了鲜味，好吃。唔系好腥咯，冇想象中咁腥咯，冇。九节香鲍鱼，然后这是肉蟹，有蟹啊，这个野生菌系嘛？嗰啲放喺汤咁饮啊？入味啲啊，咁样就野生菌呢个系，好滑哦。
而且它那个汤底很有蟹味。它这是什么汤底？蟹膏咯，蟹肉蟹煲咯。啱啱有個靈感，全部記錄起身，咁 OK 啦。沿住呢個話題咧，我再去諗。大家有興趣，一定要來沙頭四季跟老闆聊。我一坐低。听个半个钟，很喜欢跟我们分享那种香港的议题。老板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，很正能量，真好地道咯，即系嗰啲围村人，还真系围村人嘅样，很豪爽。今天消费多少？这里应该要400多500，他大份的包400多，小份一点可能200多吧。老板请的，反正我吃得很开心，在吃饱饱啦就走啦。回珠海开车的小伙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个蟹肉真的好吃，那个蟹是膏蟹，哇超厚的膏。之后其实自己都可以煮，但是这里呢357几呢是真的开心一点。跟老板聊很多，对，老板很健谈。大家如果香港人过来的话，他会用很纯正的粤语跟你们一直吹一直吹，就一直说一直说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我是你们的亲眼靓仔小郑，安排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